大家早，我是大飞。起床，现在是早上的9:30。哇，这个睡袋全湿了，今天要晾睡袋了。这上面一层水，这边的湿度太大，昨天晚上起霜了。整条睡袋全湿了，就我起得早，都还没起呀、你看地面好滑，这个看见没？水泥地面上一层霜。晾一下吧，稍微风干一下。你好，小狗挺好玩的。现在我们去昨天晚上吃饭的地方暖和暖和，走吧。有点高级。哇，这个锅灶是真暖。难怪米线做的这么好吃，老板是云南的，嫁到东北来的，所以说比较正宗。昨天晚上吃的挺好吃的，今天再过来吃一份。东北的小生活真安逸啊，夏天的时候种种地，冬天的时候放放羊，没事就在家里打打麻将。大车都压过白线走了，路太窄了。咱们也在白线这儿。走吧。今天目的地45公里。出发啦，乌兰图港逛逛超市，现在是中午的1:30，还有30公里。还有这个，
那也是桃子，真行，啊，那个好好吃的。我想吃橘子，桃子也行，其实。这儿呢，橘子。桃罐头吧。有点大。是小的。来个大的桃罐头，哪个好吃？这个。这个。那个好吃。拿三个吧。嗯。好。还有什么其他的？整条。再来瓶水就完活。好。来干杯，干！我已经打开了，透了哈。哇哦，不上冻，还好。哎呦我去，不一般。东太平，人生三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于谦儿三大爱好，还有啥了？于谦。像路边的这种人区比较多，一般都是用来防风的。春季的时候，这边风比较大，种上一些林子，种田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风。东北平原嘛，大粮仓，人口不多，但是土地确实肥沃。这边的雪比往年少了不少，因为现在暖冬比较多嘛。往年的时候，听胡子哥聊，这边的雪下一冬天以后都能到膝盖，现在基本上还剩薄薄一层，但是还没有到大雪来临的时候。临近年关的时候，这边会有一场特大的雪。油田，这里有石油啊，以前的时候老油田。这里过了松原的话就是大庆，这边以前也是产油基地。远古时期，东北平原也是一片汪洋，这里属于是一个大海沟，西边有大兴安岭，北面有小兴安岭，东面的话是长白山山脉，正好在三山的中间。一些浮游生物经过上亿年的沉淀，成为了石油。有石油的地方一般都是荒漠，或者是海沟，或者是戈壁滩。所以说像这种海沟的话，肯定是有多多少少带点石油的。海拔日高到了，还有1公里进镇子。哇，这个路，转一下，那俩人跑哪去了？说好镇子汇合的，找一找。
哈喽啊，又见面了，这么巧呀。干嘛？今天晚上搭帐篷露营吗？哎呀，哇，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哇，首先可以哦。行，哦哟，这个雪是真厚呀，都硬了。这是一个废弃的小院，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做这个钣金小房的铝合金小房子。旁边的话是医院，有卫生间，也有热水，是吗？他们找的这位置还挺好的，这医院这小棚车库也可以。行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，让他们先搭帐篷，自行车我估计只能放外面了。那里面不能搭帐篷，搭不了。附近全都是这个泡沫。其实这个小房子也行，就是需要打扫，比较乱。这个废弃房子也就成了一个小仓库了。夏天的时候，天暖的时候在这边施工，冬天的话这个东西一般做的很少。探险东北小院。这些挺厚了，挺厚了。这个啊，这比往年少不少了吧？嗯，少不少。往年能下到那个墙那个位置，对，能下到这还没到大雪的时候。一冬天沉淀下来，你说得下多少雪吧？嗯，拿着我的瓶子，然后我们去医院看一下，在医院看看借点水。接满了。嗯，好，行。接了满满一壶，够今天晚上喝了。这里就是空间稍微有点小，但是不至于早上起来以后帐篷上全都是霜，也比外面稍微暖和几度吧。帐篷已经全部搭好了，三个小帐篷。北北去点菜去了，估计已经点好了，我们直接去镇子去找他就行了。把灯关了，把门带上。哦，可以啊，能打开就行。走吧。饭店今天晚上的话应该是炒菜。吃饭的第一件事就是蹭电。今天晚上的小伙食，这是烤大肠，然后加一个洋葱炒肉，还有香喷喷的馒头，两个小菜，喝瓶啤酒。
干杯，来，干杯，干一杯先。好。整一口，整一口，整一口。怎么？我不整。八个整一口啊？不整了，不整了。如果喝饱了，我吃不下馒头了。还是跟大飞比赛呢。你肯定输。还横。还不服了？你让他多喝点酒，他吃不下了。啊！玩点赖呗。嗯。啊。那什么，我提一杯。那菜挺好吃的。那什么，我也提一杯。咱俩轮流敬他。吃完饭，这一出来烟雾缭绕的。因为我车子是帆布的嘛，胡子哥和古比的他们都皮的，要下点雪的话我这个轻不是太好轻，他们这个稍微一打就行了。进房间了，外面现在又开始降温了。在这个铁皮房里嘛，外帐就不用拉了，就把内帐拉起来就行了，要不然明天晚上起来以后帐篷里全都是霜，一起清，好不容易清干净了就留点缝，它温度不是全部都固定在这个帐篷里，能跑出去一点，这样就好，可能也会结霜，但是结的少。充电一晚上用了15个电，太冷，电池又不充了。现在温度才-8度，今天最低12度，这两天是真暖和。白天的话-3度，明天有小雪，好像是明天早上开始下，9点钟开始吧。要是真下的话，可能不知道会下大吗？就一天的小雪，后天的话，然后气温降低，降低2天，然后又慢慢回升，还行吧，湿度比较高。明天的话是出发松原市，还有50公里到达市区，估计明天差不多能到松原。那边的话还有开湖，就是说捕鱼节，但是这几天我们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不知道去到还能看到吗？要是能看到就给大家拍一下，要是看不到的话，我们也可能就是只是路过松原，然后直接出发哈尔滨。我估计后天的话差不多就进入黑龙江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明天见。